一個基本的責任和即要求呢都不願意公開承諾呢，咁我哋就都按返公務人員管理命令，又或者如果係試用期嘅話呢，就有關嘅規例呢就會安排佢哋離職。咁有關嘅工作而家都做緊嘅，咁應該我哋而家都有超過當中有60至70位度呢都應該離開咗公務員隊伍，或者已經完成咗有關嗰啲程序，咁繼續嗰啲會繼續處理㗎。